五祖啊，就是起居室的这个前面呢、啊，叫做五祖堂前。五祖的这个起居室这个前面呢，有这个布廊三间，布廊就是走廊啊。陵寝供奉啊炉，供奉就炉灯。诸位做一下笔记，这供奉就是供奉官啊，就是以前我们讲的叫做书画家，好、哦、专攻有才艺人。来画画的、那么这个就是就是供奉官，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叫做文化部，很有文化。那么这供奉这是一种官，哎呀，是书啊、毛笔啊、画画、都很行，叫做供奉官，专门画画的，专门书法的，有的人毛笔写得真好，叫做炉灯。哎呀，六祖也是姓卢啊，也是姓卢啊。我们今天来讲经说法、这个地方啊，是也是卢医师帮忙的啦。哎呀，这个姓卢的都不得了。哎呦，我们要跟他鼓励鼓励一下，哈哈，我感谢卢医师啊，哎呀，真的感谢。哎呀，出了这个六祖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姓林的，我这俗家姓林的，还没出过一个什么比较行的，不过出一个还不错的，叫做妈祖。你妈祖叫林默娘，是不是？文武百官通通要拜这个妈祖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，姓卢了，有一个小姐啊，有个小姐啊，来。他这个脾气很暴躁，就是来讲堂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哼，说师父，我请你开示啊，因为他脾气很暴躁啊，哎呀，那会非常的不好，也很对人家很不友善，有理扯不清，我说小姐你贵姓啊？他说我姓刘，我说你不姓刘。你姓卢，卢，说，师父怎么给我改姓呢？我说，那你叫什么？人家讲，秀英。我说你不叫秀英，叫做小小，会听吗？三个字加起来，会不会念啊？说哦，卢小小。是啊是啊，开悟了，真的是你就是这样子，那老是到底讲不通。要是女孩子啊，有理扯不清啊，我们讲台话叫做欢欢啊。刚好有人姓黄的，黄的知道吗？欢欢啊，加起来会不会念啊？叫做黄欢欢，三个字加起来就是这样念的了。哎呀，这姓黄的欢欢黄黄黄，这个叫做鲁小小，这个叫做黄黄黄。好了，开玩笑的了哈。好了，就是卢真，这画这个楞伽经啊，变相这个楞伽经那么变相就是指这个地狱可怕种种形象的变化，还有这观音呢、哎呀，三十二应身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这个变相图，这画这个楞伽经的地狱可怕的形象变图，还有这个观音经啊，那么这个变相图，以及五祖的这个血脉，就血脉就是道统呢，就是哪一个人传什么，哪一个人传什么，哪一个人传什么，流传供养。这神秀大师啊，就做这个具啊，成仪做好了，速度一成，好几次要成这个具送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因为没有开悟，见地不真啊，是不是？见地不真啊，要见地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一句话你马上就
就马上就弹回去了。有一个人啊跑到了讲堂，年轻人很没有礼貌，差不多将近40岁的一个男众，我刚好用餐完的时候啊要上来电梯啊，上来5楼，我走到大殿的前面来，刚好在101的前面接近这个电梯，把师傅拦截下来，对师傅态度很不好，没有礼貌。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慧律法师，你开悟吗？哎呀，这个人很狂，我马上就跟他谈回去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开不开悟不重要，你开不开悟才是重要。我如果开悟讲给你听，对不对？你也不了解。你如果不开悟，我怎么说你也不了解。你如果开悟，你就自然知道我有没有开悟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一种我认为是外道的，或者是一个很狂的一个学佛的人，脸呢有点黑黑的。一般人是回答是说我有开悟，或者是没有开悟啊。我一下子就跟他谈回去了。慧律法师，你有开悟吗？我开悟跟你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这么重要吗？你要问你有没有开悟才重要嘛，是不是？你有开悟你自然知道了解我有没有开悟啊。你要没有开悟，你讲到死你也搞不清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他一听我的回答跟人家不一样啊，他又要问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开悟能问吗？你傻瓜。一下子就跟他吹一下，吓一跳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去拜佛，去拜佛啊，合掌令欢喜啊。如果见性大法有1年，我们就谈，要没有1年，我们就合掌令欢喜。他一碰到这个啊，后来怎么样子呢？后来第二次再来，他 讲实话了，他说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要问的，是我们后面有一个高人叫我来说，你第一句话碰到法师的时候就问他这样子，看他怎么反应。然后我问他，就然后呢，我就回去告诉他，描述说啊，师父的反应就是这样。他说原来是来试功夫的啊，原来是来试功夫的。哎呀，真是，不过人啊总是要有点幽默感啊。倒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我今生今世很少跟人家结恶缘的，没有的，真的。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一个好处，就是希望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我一生一世从不伤人，包括一句重的话都不会说，不敢说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去爬山啊，人很多，爬山呢 后面呢有个女众啊，在爬山不小心的时候啊，踢到这个石头啊，踢到石头的时候重心不稳，就往前一直冲，然后就看到东西就抓啊，刚好抓到我这个松紧裤啊，抓的时候跌下去，就唰，我就赶快又把它拉起来，然后他就一直接着，哎呀，师父啊，对不起啊。因为女人就是这样子嘛，因为他就又很不好意思，又对不对，拉下来说不好意思啊，这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知道啊，要不然你从来脱我的裤子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啦，是不是？我这人不会伤害他，对不对？我就转过去呢笑一笑，跟他讲，我说我这不是观光鸟园，谢绝参观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大家哇，这笑的不行了，说哎呀，这个法师真是幽默啊，没有负担就好了，那大家开心就好嘛，不需要这样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
世间啊已经很苦了，大家不要恶言相向嘛，对不对啊？有缘嘛大家谈了、啊、没缘合掌怎么样，哎，令欢喜嘛，就这样子嘛，大家基本上的因缘就因缘是不具足。哎呀，你也不要跟他说个重话嘛，他已经很难过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到新加坡去啊，都每一次去都会去参观那个鸟园，哇，真的，一刷的时候，我们啊现在啊，不是像古时候人穿的那个裤子啊，古时候穿的裤子是用绳子绑得很紧的吗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松紧带啊，对不对？口哨一吹，它自动就掉下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是松紧带啦，不是像以前那个，哇，要像绳子捆得死死的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口哨一吹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底下啊，哎呀，这个心中恍惚啊，就是见啊，见地不真实。遍体汗流，流汗呢、啊，冒汗呢、啊，凝尘不得。前后经四日啊，13度沉聚不得，写了13次。秀乃思维，不如向廊下书桌。哎呀，我在哎走廊的下边嗯，写，从他和尚看见。让和尚看见陆道好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神秀作的。若道不堪，王相山中数年受人礼拜。哎呀，如果呀讲，哎呀不堪使用啊，见地不真啊。哎呀，阎王我在山中啊数年受人家礼拜，更修何道呢？哎呀，四业三经啊，不使人知。自执灯书具，哎呀，自己啊拿着这个灯，哎，书就是写这个句诵啊，在南廊壁间诚心所见，句曰：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清夫室，勿使惹尘埃。诸位，这个就是没有看过《圆觉经》，这个就犯了一个作病。作病就是说，你一直要重复的，啊，把这个尘埃扫掉。那你要扫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这个色身，他说叫做菩提树，就是身体，哎，就像菩提树，菩提树就是觉悟了，啊，我们色身就修行的根本是觉悟的根本。这个心呢，就像明镜的台。要常常修，常常除掉这些烦恼无明，勿使惹尘埃啊，千万不要让他惹到尘埃。诸位，神秀大师这个句诵啊，不必五祖弘忍大师来看呢，我来看都知道这个没有开悟。要是拿来给我看，我都知道这个没有开悟。哎，那你呀、啊，你每天都要时时勤拂拭，那为什么叫做本质具足呢？这犯了一个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只作任灭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非止非作非任非灭。哦，这个讲起来又是一大篇呢、啊。这犯了作病，作就是造作，以为清净自性可以造作而来的，就是我们想讲的，我修行就要修出什么东西，这个观念就错。四大本空，五因无我，没有东西可以修。你体悟到本来无一法可得，随缘磨掉习气烦恼放下，这个就是修行啊。我们呢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啊，哎，休息15分钟。好，坐好，大家坐好。好啊，翻开第5页，这个秀书俱了啊，这个写这个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
勿使惹尘埃。这个秀神秀大师啊，这个句诵写完了，便去归房，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人总不知，大家都不知道谁写的。秀父思维啊，就怎么样想了，说吾主明日见具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，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树叶，藏众不合得法，甚意难测。你看这个神秀大师啊，这种修养啊也很了不起。哎，写了以后回到了房间，自己这样想，哎呀，明天呢要是啊、上人呢就是无主了，哎，看到欢喜，哎，就是我跟法有缘。要是哎不堪使用，我的见地啊没有见性，哎呀，这是就是自是我迷，就是什么都检讨自己。这个就是修行人很重要的降服自我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自是我迷树叶，藏众啊不合得法，哎呀，甚意难测啊，我不够资格得这个啊法。这个佛所讲的这个自性啊太难了，那甚意难测，这不是靠思维来的。房中思想啊，坐卧不安啊，房中自己这样想，坐卧通通不安，直至五经啊，一直到这个五经啊，哎呀，足以致神秀入门未得。他当然就知道了，哎，有没有得了？哎呀，入门未得就不见自性啊。天明这第二天呢，主这无主就唤这个卢公凤来，哎呀，向南郭啊，南郭壁间绘画图像，哎，那就朝这个南壁间。叫这个啊供奉官来，那姓卢嘛，叫卢供奉啊，怎么样，在南壁间呢绘画图像，忽然看到这个巨颂，本来要叫这个卢凤官来画的啊，哎，结果看到了这个巨颂，抱怨就是吴主说了，吴主就这样说了，哎呀，说这个供奉官呢、啊，哎呀，却不用画，就不需要再画了。这劳而远来呀、啊，哎呀，还麻烦你这么老远的跑一趟来。经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说但留此句呀、啊，与人诵持，以此俱修，免堕恶道啊。才免堕恶道而已啊，哼，依照这个生死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啊，勿使惹尘埃，按照这个机上的修持，怎么样免堕恶道、没办法成就无上菩提。以此机修有大利益啊，弘忍大师也是很有修养的人啊，不忍伤害这个徒弟的心呐、令门人助香礼敬。你看这个无主，你看人家那个了不得的一个见性的了不起的菩萨，看啊，来，知道明明这个就是没有开悟，可是你看啊，大家恭敬啊，送啊，不堕三恶道，还叫人家烧香还礼敬呢，你看。对一个没有见性的人，他还是这样不伤害他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修养啊！是敬诵此句啊，好，大家来诵这个句诵嘛，这得即得见性啊！哎，这个是无主啊，打个方便妄语啊，其实就根本没有见性。哎呀，敬诵此句啊，即得见性，这就是善巧方便呐、啊，
不忍心伤人呢、啊。这门人送这个巨送啊，嗟叹善哉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主无主啊，要纠正一个人呢、啊，不在大众面前，不能在大众面前去纠正他，怎么样？三经，哎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叫着神秀入堂，问曰：“居士如作佛，这个偈颂是你写的吗？”秀言：“实是秀作，哎，的确是我神秀作的。我呀不敢妄求祖师位，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啊有没有一点点少许的智慧佛啊。”这祖师就说了，五祖就说了：“如作此句啊，未见本性，还没见性，只到门外。哎，修行就怕这个，修行就他拜门外转，转不进门内来。佛法是心法了，万法回归自性，叫做正法。弄清楚啊，禅净律密，不管你哪一宗派，都要回归自性啊。佛法的伟大，就是从内发出来的大智慧啊，不借重外面的语言文字啊，乃至于啊符号等等这些观念意识形态，通通没有啊。说你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呀、啊、未入门内，这如此见解密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啊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你用这样子生死菩提树，心中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你用这个心态来修行，觅无上的菩提，了不可得，根本就不可能啊。无上菩提，悉得言下四字本心。言下就是当下，讲话的同时叫做言下。这你真的是一个见性的人，当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也当下就知道你是不是个见性的人。言下就必须视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从来不增，也从来不灭。啊，我们这个生生灭灭这个世间，它就是种种的痛苦，众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生灭法里面，所以他会痛苦不堪。他寄望的东西错误，寄望在这个不实在的向上的生命，寄望在名，寄望在利，寄望在生命多活一点，希望能不能长年百岁，这每天都在打这个妄想。他不知道说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就是不必要等到百年后，现在刹那生灭，刹那刹那生灭。众生因为依靠的东西严重的错误，所以他一定种种的幻想，种种的理想一定会破灭，一定会破灭，对不对？现在 用现在这一句话，你一直问下去，你就会大彻大悟。上次《金刚经》讲的就是 so what， 一直问下去。这我家很有钱，就问下去 ，and so what， 又如何？又如何呢？最近电视报道不是往生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吗？这几千亿吗？哎呀，某某人有几千亿，又用英文问下去 ，and 说话的又如何？对对对。几千亿抵不抵得过我们一点点小智慧啊？抵不过的，你那个是不是一千多亿？你怎么比得过佛陀的一点点小智慧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点点毕竟空的空性的智慧，就超越一切相啊！这都知不知道啊？在座诸位，每一你们啊，坐在这个地方啊，闻到的无上菩提大法、自性大法。
这一点点的小智慧就超越几千亿呀、啊！为什么？那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呀！所以啊，我替大家欢喜呀、啊，高兴啊，是不是？你碰到就哎呀，那电视在吵的，哎呀，那个这个林明某那个肖大美女哦，两个人是哪个漂亮？来，你问下去，对不对？姓林的还不错，出了一个妈祖，还出了一个林明某呢，不错了哈。然后就问下去。这个名模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就用英文问下去。And 说话的又如何？你为啦为死，为吵，你骗我下子，一句就解决了。佛法就是这么伟大，你知道吗？众生他是真的头破血流，佛法一句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你又如何？来呀、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一句就解决了。学佛的人有大福报，学佛的人有大幸运。在座诸位，你今天受尽种种的痛苦委屈，只要你听到正法，跨进这一个门佛门，你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人。这是不得了的人，为什么？你有智慧啊，你懂得放下呀、啊，你不计较，你不比较，内心求得心安，快乐无穷，是不是？底下，哎呀，见自本性啊，不生不灭，一切时中念念自见，念念自见呐、啊，万法无自，万法不执着呀，不自无自就是没有停顿呢、啊。大彻大悟的人没有任何的障碍啊，没有任何的障碍啊。一真一切真啊，为什么叫一真？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要悟到一切相当体即空，就是清净自性的展现呢、啊。了悟万象皆空，当下那一念不执着的心就是本来面目啊。但是因为我们呢、啊，跑得太快了，烦恼跑得太快了，所以先起贪嗔痴，发脾气以后再后悔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怎么样子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也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啊，啊一个太太啊，生了一个这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很调皮，他每次在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哦，他真的跳啊跳啊跳啊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诵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，就拿那个皮鞭儿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小孩子呱呱大叫啊，然后又再来诵《金刚经》，向佛忏悔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啊。不过我这克制不住啊，这个小孩太调皮了，又不是我愿意的，借了一大堆的理由原谅自己。啊，没办法了，有孩子就是这样了，没办法了哈。哎，所以说这个呀、啊，我们要修行啊，很难。我称它叫做无明的野性，野性。佛经没有这个名词了，理性感性对不对排在后面，哎，野性啊冲第一，贪嗔痴一下子跑出来，哎呀，后来再后悔了，慢慢的回光返照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需要时间的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来到这儿啊，听得法喜充满了、啊、不代表你的，那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不要搞错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搞错了啊！你的烦恼还在，执着还在，就是慢慢来，慢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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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有一天就恍然大悟，一真一切真，哎呀，原来是这如此，对不对？无有少法可得。哎，有一个比丘尼啊，哎，来到我的讲堂啊，在大殿呢、啊、碰到师父，哎呀，很有礼貌的跟师父下跪顶礼。就问师父一句话，就是请慧力和尚开示几句。我就跟他回答，我这里啊从来无法可以开示，我这里从来没有一法可以开示人家。他说，哦，你比丘尼嘛是公公啊，听不懂，我都读得不懂，你好，合掌合掌。哎，那个这个无相他看不到啊，就叫他拜佛，来来来，拜佛拜佛拜佛。拜佛
拜佛，哎，在那拜佛，没办法了哈。那个就是年纪太大的一个老比丘尼出家，年纪太大了，年纪太大了啊，念佛，是不是啊？有一天我在吃饭，啊，我在吃饭。